我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哈，这个 OA 这个向量是这个 ，OB 向量长度等于2，这两个向量夹角是60度了。那么他问这两个向量内积多少？这两个向量内积就是这个大小，这个平方加这个平方加的平方，对吧？就4开根号是2嘛，它再乘以多少？它的大小是2，它 cos 多少？这两个向量的夹角60度，这是1/2，所以这是2的，所以这一题它应该要选 B。